桥长430米，离地面大约300米，亦都系世界首座斜拉式玻璃桥，造价达到2.5亿人民币。工程人员正加紧施工，争取年底前完成。负责兴建嘅公司话，玻璃桥面每块玻璃大约厚5厘米，已经做过防爆、防震以及防冻等实验，可以同时承载800人上桥，形容系固若金汤。虽然大派定心丸，但系唔少网民见到玻璃桥嘅预览图之后都话脚软，仲话要买咗保险先至够胆过桥。内地传媒报道，河南云台山风景区上个月开放的玻璃栈道。